OK， 今天的话我来开这个，这是我在网上买的一款，据说是叫什么桃花酒的一个东西，特别适合女人来喝，然后的特别适合女孩子的一款酒。哦，包装很严实嘛。桃花酒，没了没了，看一下，有一款桃花酒，看一下，然后的话，瓶子还是蛮好看的，然后是纸封。还有一个风格，这款酒有很重的桃子的味道，闻起来就是桃子的味道。颜色上呢是偏粉红色，颜色是偏粉红色，然后的话尝一口，因为太小了，倒杯子里没多少。酒的味道很淡，说实话酒的味道很淡，我不知道大家喝没喝过那个甜酒，就是美式甜酒这种，它的和那个口感很像，有淡淡的白酒的味道，但是的话很淡很淡。喝闻起来桃子味道很重，但喝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桃子的味道。我来看一下它的度数，只有8度，就是属于跟黑啤的度数是一样的。然后的话，其实男孩子可能不太喜欢这款酒，因为的话没有什么味道，口感上也很一般。然后的话女孩子会很适合，它比较适合女孩子，有点我们喝的那种 real 鸡尾酒那种，但是和 real 比起来， real 的酒味很重，但这个酒的味道很淡很淡。写着有8度，但我估计3度到5度之间吧，应该没有8度，口感很淡。但是呢这个瓶子很好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酒是桃红色的属于，然后这个瓶子其实是透明的，这张显示的颜色是酒的颜色，然后属于桃红色，整体来看还是很好看的。这个喝起来味道也还不错，但是的话比较适合女孩子喝，还是少喝酒为宜。